大雁怎么画？我们先来画出大雁的形状，它的嘴巴和头部，然后画出它的身体，画成它的翅膀。我来给它涂上颜色，橘黄色涂上嘴巴的颜色。然后我们选择黑色给它画上花纹。我们给它的翅膀上画上一些线条装饰。像这样，我们的大雁就完成了。